今天做一个超简单的扭扭棒小鱼骨头。先做出小鱼的三角形脑袋，这里需要两个一样大小的三角形，白色的扭扭棒把两个三角形串在一起。小圆环转两圈固定一下，再往上缠一根新的扭扭棒，用胶把两个三角形固定一下，继续绕。这里做出鱼骨头，上下两侧都做，注意长度要一样。一直做到满意的长度，做一个边长长一点的三角形，底部调整出弧度，修剪一下。刚才的鱼骨头剪短一点，把尾巴固定上去。贴上眼睛和尾巴，正反面都要贴哦。完成了，一起来动手吧。